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9号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八天。今天我们游戏里面要花38,000进入900区。好了，进入游戏，我们目标是10,000亿战力，现在战力是140亿，我们只达成了 1.4% 的目标，但是今天我们要达到1000亿战力，我们就完成了目标的 10%。 今天看一下最上面有34万的玉，这34万的玉是我们花了34,000人民币得到的。今天准备充多少？今天就充5000。我不会充很多很多的钱，因为钱留到后面去花，后面加的战力更划算，然后早点完结这游戏多好，对吧？反正目标就是10,000亿战力，争取少花一些钱。现在第八天估计5000也是少不了的。首先我们现在充值，这里回归本真里边，你看下面12345678,9九个东西，很夸张吧？里面有个每日单笔充值，活动45次，488,188,90,30,12全部要充5次。这个是单笔有元宝，但是会给这个蛋糕的，这个好像是得要买。然后它有这个充电炮，充电炮是要去抽这个烟花活动的，这个我们先买满，它好像不送这个玉，有点慢，不慢不慢，走你。这个我们都买满，虽然它有点亏啊。等一下，就是完了呀，如果我冲的话，冲第一次的话，它其实是双倍，两倍返利嘛，对吧？那我第二次冲，如果我不把这个1498和998买一遍的话，它不能重置，它来不到这个第二次的两倍返利。我靠，它这里意思是说488,198,90,30全都先买一遍，先买一遍，它这个也是给玉的，那么好。对，少点元宝也对，就是少了点元宝，元宝无所谓的。昨天我还招这个客服去给我发这个东西，这客服给我又发了一些这个元宝。前七天的单日累充给的东西很差劲，但是第八天开始给的东西就比较好了。488，先来五个，就是少了5万的元宝嘛，对吧？再来，我们先充五个。OK 啊，战力狂飙是吧？第三个少了几万元宝其实无所谓的，真的。直播有固定时间吗？都会在群里通知的，请开始我的表演啊！1,2,3,4，应该是四个了吧？我看一下，再最后再充一个，这肯定没有错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哎，其实你首先要能够接近我，对吧？最好的接近方式就是色诱，对吧？然后色诱成功之后，你就成功的拿到了我的手机。然后你就可以花里面的钱了，其实里面也没有多少钱，说真的，哈哈，但是这个代价有点大，哈哈。啊，哦，对，498充完了，对吧？1,2,3,4，哦，还差一次啊，498，不是488，今天充值就得要多花些时间了，哎，各位不好意思，请等待，来 PY 交易是吧？哦，你看到这个没有啊？这就是我的代言人。然后我们一起击剑，是不是？回、啊、好，搞完了。这个既然充的没有错，我们再充五个198，对，很麻烦，你就烦请大家看半小时充值吧，对吧？一个是吧？哎，我还说他付款失败了。如果今天他要求我去手机上付的话，我就失败了，我就彻底失败了。还好他没有说要手机上支付。今天充值还会挨打吗？会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排行榜跨服的对手来了，我们直接窜到了第几位，我们一会儿看一下，慢慢来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嘛，差很多的。排行榜第一名1200亿战力，我今天还不一定能到1200亿呢，今天我的目标是1000亿，然后这个托他已经到了880亿、886亿，对吧？886，哇，这个人好像是要再见了。今天我们就可以超过这个狮子座了，喵小白也超了。这个喵小白昨天和狮子座是一样的战力，350亿，今天这个就牛逼大发了，直接600多亿，厉害啊。但是连我的托都比不上，哎，小菜鸟。今天我就搞到这个1000亿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这里是回归本真，看我运气哦，还要看运气的哦，这样子就看能不能抽到那个什么妖后，是不是？来领取，领取，488领取完，
然后再来三个198，啊，今天充值之路走上了不归路，妖后加的不多，他们说妖后加的超级的多，玄女加的多 ，OK，九天玄女吗？好，还得要来两个，玄女装备齐了可以加500亿，他怎么可能齐？东西别乱换是吧？好的。这个不想看充值的同学可以半小时之后再来，好吧？到时候只有抽奖，这个视频第一个视频啊，只有充值，非常抱歉，我们这个太无聊了。哎，在这上面一下两下，还要一下，全部拉满。这个游戏说实话，我妄图要找一个游戏真的不容易。这个游戏玩法对吧，很特别，有10000亿战力，我从来没有搞过，而且它画质不错。包括什么翅膀啊、披风啊设计的，其实都挺好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多方斟酌考虑的，真的不是瞎选的，也不是瞎玩。然后再来五个98的，走你！一直在等我的全民奇迹，那游戏都凉凉了呀。好，截充币啊，充太墨迹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支付宝？先说马爸爸的修改器。太墨迹了，你不行的话你就去打马爸爸的屁股怎么样，本来就是瞎玩。哎呀，这还瞎，都经过大家的调教了，你骂我无所谓，但是你骂我是打了直播间教我一起玩游戏的水友啊，对吧？你狠狠的打了他们的脸，这个你可能在这个直播间就会有问题了啊。不过还是请大家多多看这个视频啊，直播间少来啊，直播间是非之地，这个切莫惹了尘埃。哎，别再显示了。好，我再看一眼这个198，搞完战神遗迹是吧，那个游戏其实你就是没有见过，你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那游戏，口碑吧，哎，真的很邋遢，还妄图牛掰，今天人格外的多啊，看出来了，是有多少托，是啊，每个人我一天花100块钱雇来的，可不是托嘛，对吧？你看妄图是多么的有钱，容易被30天套餐啊，30天太长了，29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我真的是没有记住，还剩几个？来60的、30的，我们也冲一冲。哎，这个就比较麻烦了，金额又不高，然后还要输密码输半天。但如果是我手机玩这个，其实我输密码输的贼快，而且有人脸验证，其实就不慢。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了，60，旭旭宝宝代言的肯定很氪金，对吧？人家给旭旭宝宝钱，但是没有给我钱啊，旭旭宝宝玩了但是没有，哎呀，他其实一个视频给我500块钱，我就可以怼了，真的。我之后还想出一个视频，就是说欢迎去找我妄图合作一个视频，对吧，搞你一个游戏就给我500块钱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去 B 站搜，比如说最近大火的游戏37家的魂师对决，还有武魂觉醒，这样的游戏是大家今年以来出的最好的两个游戏哦，最好的两个游戏，这两个游戏妄图在 B 站的播放量，就是你按播放量排都是 No.1 的，非常的厉害。而且妄图不仅是一个稿件，会有好多好多的稿件，可能一个游戏玩个5天，就有好多10几个20个几个视频，这个播放量其实是很惊人的。B 站要再找一个合作的 UP， 这种游戏类的氪金游戏类的 UP， 没有比妄图更合适的了啊！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视频。然后去招商引资一下，你能刷一天10块钱一条是吧？我的天，都进了妄图的腰包了，你说你气不气？好，30支付一个。其实妄图已经做的挺厉害的，但我还是尽量少自吹一下。30有的啊，你不信吗？来看一下，98，啊，30没有，98、126。啊，你搞我，非常抱歉，我被搞了，浪费了几个30啊。下个游戏玩什么，哎，不告诉你啊，气死我了。这游戏花了多少，才花了3万多一点哦。某音发了吗？某音其实有我的视频的，有发对吧，12和6你都要搞，哎，这游戏不尊重土豪，你能不能来个打包价呀，亏了我好几个30啊，好难受啊。妄图粉，哇 ，nice 啊，60也没得啊啊！我刚还磕了几个60啊！我的妈妈呀！我要拔枪了，
我要和观众们拼死的哦。为什么现在才提醒我？你们都是一些什么观众？啊，记性比我还差是吧？都没有带着脑子来。这活动好几天都得磕这个。好的，那我们每天这个视频，第一个视频就是充值，哈哈。仔细想血亏啊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对吧？不要仔细想，就是一般的亏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就说六块怎么充的，没有感觉，是我充的太快了。哎，哎，这是在哪个区？900。好，九州八荒路，还差一些什么东西，先领了吧。哎，六块的没有啊，60的有，你看60是有的，60没有充错啊。你说六块是没有啊，六块哦，六块也有啊，六块也有 ，nice， 12，充了几个？我靠，六块还要充三次，12也要充三次。哎，各位，等等吧，榜一真的不一定，因为我们排行榜，榜一和榜二不是我们900区的，它是开服比我提前了6-7天，这游戏贬值的如此厉害，他们。比我多玩了6-7天，战力其实还和我差不多，你知道他们可想而知多么的菜劲，多么的差劲。920828的啊，其实我哎，密码啊是这么回事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密码？其实这个密码不是我生日，你去设置支付宝的支付密码的时候，如果你设置的是生日的话，它是不让你通过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当时想了一下我的农历的生日，我转换了一下农历生日，搞了一个，对吧，就是930828，所以是这么回事儿，又有30了是吧？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待会看一下。哎哎，别，哎呀，这支付宝就是要，就是矫情，还得要提示我，30也有啊，兄弟，60一次，30三次。好的好的，没有毛病，没有毛病。哎呀，我又错过来学友了，那个兔还在吗？他已经886亿战力了，真的哦，他要走了，真好开心啊。然后30的来三个，今年能破1000。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没有弄明白，就前几天冲榜让我升级的那东西，我一直没有升，是今天可以搞什么事情吗？其实我很想知道，有点墨迹是吧？哎，这游戏果然垃圾，充钱都那么慢。哎，其实主要还是模拟器的问题，如果我在手机上，哎，真的要快很多，包括就响应速度也会快一些。哦，升级的有榜，好的好的，一个材料10的积分 ，OK OK， 看一下，领取，上面30的，没关系，快完了，哎，一样一个，再来一个12就行了，6、12、30，这游戏为什么非要在模拟器上录制？因为，这样的话它是方的，我就直接可以发这个头条，头条如果发成竖版的视频是没有收益的，所以我不会在手机上录制。六块没有烟花是吧？哎，也买了吧，也买了吧。材料充满，感觉玩不了那么久。我这个游戏啊，16-7天还是要玩的，因为3000亿到10000亿之间，其实还是挺难的。不是说后面每天都可以加个千把亿，这真不是。你就头条过来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手机上玩投屏录制，哎，你说的那种东西啊，哥哥已经玩烂了，对吧？我现在做的手机游戏包括什么，像是之前画质非常好的魂师对决，哎，哥哥的画质是全网最好的，这真的都是我玩剩下的东西了。还说为什么不投个屏，哎，最后还剩一个多少钱，最后一个12块钱，走你，定制一个头条妄图的称号啊，这里面称号可以定制的，但是好像要充7500以上还是9000以上，我记不得了，哎，但是无所谓，我要不要那称号也无所谓，哎，真的。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花比较少的钱，也不能说最少吧，因为你慢慢玩慢慢干，每天充个几百块钱那种，可能你10000块钱就能达到这个10000亿战力了，对吧？然后我这样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在一个20天前后的时间内尽快达成，然后又不要花太多的钱，这就是我的目标了。然后这里累充领取这些都是很好的，充电炮啊，充电炮啊，这个也很好，这东西有榜的，这个蛋糕有榜。这游戏我先把这些东西领完，然后游戏玩法待会再说。这个最高就是998，先领取啊，60、98、198、298、598、998。今天我们八点钟之前还是要被爆锤的，8点钟之后才厉害一点。开充吧还早呢，先把充值的该充的充完，外面还有一堆充值的，你知道吗？红点怪出现了。
这又是充值，他会给很多玉的，超级爽。你看这个玉给的，真的是，你看，这加起来给的玉应该都好多好多了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哪充拿到这么多，我没有充那么多，这是三天的吗？这是三天的吗？我今天有可能啊，我今天可以达到这个1.5万的玉、2万的玉、3万的玉，这个活动还是挺厉害的。在前面的肯定是最划算的。对，今天结束，这是一天的，但是我肯定没有充那么多啊，我今天才充了，应该是2000左右吧，这是已经充了1400了，今天是把昨天和前天的也包括进去了。好，外面还有一堆充值的，首先这个8元秒杀买一下。第一个视频啊，我们全部充值，充值都充半小时，这游戏没谁了。好，先领取一个1元礼包、3元礼包、6元礼包，啊，5个648啊，5个488就2000多，好的，不会算账，这还有个168打包走你。然后说一下，之后下一个游戏应该是6月份，我会玩一个这个驯龙物语。简单啊，说一下我的打算啊。驯龙物语那个游戏我要赚一点小钱，为什么要赚钱？因为暑假会有很多新的游戏出来，我要氪那些新的游戏，所以我需要攒一些钱，大概是这么回事。668充完了，来快速充电一下，充到3万啊，你给我2万我就充到3万好吧。战力协作，合力弑神，这个不要做了，这个战队我现在战力特别的菜，没有资格去打。领取摩尔庄园会去玩的，预宠好礼。哎，摩尔庄园是6月1号啊，哇，已经很快了呀！我靠，到时候还有个新游戏，完了，1小时要4个G 流量，我的天！哎，竟然已经充了4600了，哇，我傻了。回归本真啊，这个没有了，这还有个仙域无限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充值好像是说它有 1.2 倍的这个收益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充值只要在活动时间内，就这5天充的，都会给 1.2 倍的这个仙域。让他发现了，然后限时秒杀，这里还有个60，啊，怎么今天都充那么多了？一省8元，我的天，能省8元，好厉害哦！切，摩尔庄园氪的点应该不多。好的。好，60搞完，领取一下，惊喜限购，这又给玉又给元宝的，不错。啊，摩尔庄园氪超过500多倍吗？哦，那我们来个5000吧。那个游戏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哦，这个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一会儿来抽。还有什么甜品驿站，这个也是有排行的，这个也要干很多钱进去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充值的东西就没有别的了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累充是多少，今天时装战力充第一，炫彩时装免费送，对吧？这个时装充第一有点难。我先说一下这个烟花庆典的这个规则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充完这个。今天累充我要充个到5000的，对吧？找这个客服去领这个奖励4696，我们再充一个448嘛。这已经45万的玉了，我的天，今天这个玉太爽了吧。我们最后充一个1000就 OK 了，就不充了，因为我今天卡上就只有6000块钱，我是限制着我今天一定不要上头，因为春宵当初第8天他搞了15000，但是我要持久一些，这游戏不好玩，换一个。好，付款成功，只要998，妄图带回家。好了，镇魂街先看，好的，OK， 你去看。然后这里，今天充值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开始介绍这个活动。